特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，欢迎收听我的青春年华特辑。那这个特辑呢，每一天都会跟大家推荐两首我的青春年代主题曲。今天第一首跟大家推荐的是张信哲，那他应该算是第一批的情歌王子吧。那在那个年代，他应该算是声音干净、高亢、清亮的代表者之一。然后比赛唱歌的时候啊，如果大家可以选唱他的歌，就觉得哇，你是属于音域高的那一票人，然后干净的。所以他那时候几乎每一首主题曲都非常的红。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《爱如潮水》。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非常可爱的女生，她叫苏慧伦。那当时其实她真的是风靡了
所有的小男生，然后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他，然后他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在当时来说算是非常不做作，然后真性情的一个小女生这样。然后他唱了很多歌，像 Lemon Tree 鸭子啦，然后甚至到后期一点的被动。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首非常可爱的翻唱作品 Lemon Tree。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，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了了地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，爱会苦苦的。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是 lemon tree。